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
这次回调比兑现之前还难受，会吗？不会啊。你看我玩一天潜水员不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将切断你的四肢，我将刺入你的灵魂。曾经如此多，如今我赐死不屑。还不走。哎呦，好可惜，他开遗失物了，找刀子对刚他就好了，应该是打得过。2033，是观众是这样的，他只看得见我好杀我，真的看不见我杀爆你，没办法，我好会动，时光倒流还是会这么操作，小问题。双招没。Thank you.
么简单。好简单的英雄。三级。打完还不出冰刀，出黑切，对不对？你出冰刀的话，有点太脆了。小帅，
剑魔怎么打？又一被打烂，慢慢出三，控回推线的，可以。二六一不难打，别乱推线。打二六一之所以被他一刀，是因为兵线的问题。前期尽量多回推线就好了。哇，还换一个，怕被一刀不是该推线？不不不，他前期不可能上来硬，跟你们说二炮吃掉。我残血下来，没注意看，要看到豹女我就不下来。真的夸张，三千十级呀，三千。十级哦，大伙，这可是十级的卡莎。卡莎为什么不搬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人亮。侠还好吧，只要是 ADC 就打人疼，只是没卡莎那么无脑就对了。这侠刚刚是13、14级，这卡莎刚刚是10级、11级，4级的英雄属性。
而且他这两个装备还没什么加成。 再杀一阵，好。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 拿下，兄弟！